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，转眼已是新冬。年初定下的目标是否已经达成？即使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果，但也算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考验和磨砺。这个十二月，为了离目标更进一步，我们继续努力，不蹉跎，不虚度，不辜负时光，不畏将来。长江机械，一站式纸张分切解决方案提供商。